起床了，韩哥。凌晨才收工，让我再睡会儿。起床了，韩哥。起床了，韩哥。起床了，韩哥。怎么样了？我哥现在还不想起来。凯迪姐，你可来了，韩哥还没起床。我来。起床了，知道你没睡多久，喏，冰美式。赶紧给我起床！当我飞机划过云朵，抬头刚好看到日落，想你的心起起落落，思念入了夜色，弥漫的黑星光闪烁。别急，希望里的执着，要说的每个字不过。你有没有想过？哎呦呦，加油！裴悠悠，你迟到了。时间刚刚好，店长，我先去换衣服了。哦呦呦呦呦呦！这个燃子叔，他居然抽了20张卡，开什么玩笑？哎呀，拿过来，我看看。我就说我们家悠悠是最能干的呀。这个展小姐你要给我服务好了，她呀可是我们的 VIP。放心吧，店长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哎，等一下，店长，这次提成我能提前预支吗？有什么事吗？家里的事儿。哦，行，我一会儿就去啊。你怎么又化这么浓的妆啊？是不是又要去试戏啊？没错，就是那部《余生》，说不定我还可以跟易涵一起拍对手戏。你要跟易涵拍对手戏？那你预约的客人怎么办？没事，我早就跟店长请过假了，毕竟做演员才是我的梦想。老天给了我这张脸，可不是让我窝在这个小小的美甲店里的。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导演是谁定的？片方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一直不肯透露。那得好好问清楚了呀。如果这个导演不行的话，我就不演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还有几个小时就开发布会了，况且我们连合同都签了。我不介意毁约赔钱。你少在这跟我胡说八道发神经。你欺负我。喂。对，我是。对，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就出发了。为什么？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嗯。耗子。
发布会时间又变了，12点。